心的问题。首先就是对于韩香武和猫尾的优化，猫尾将加上软骨，会尽快的调整并测试性能，预计呢将在2月20号会调整。而韩香武则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，比如说旗袍的开叉，目前还在研究中。关于之前曝光的舞女的恶之花这款皮肤呢，也会在之后的神元赛事阶段限时上架商城，喜欢的宝贝可以开始准备快乐石了哟。至于新角色使徒会不会有调整吗？王一大大还在监控他的胜率，目前1到3阶胜率偏高，4到6阶胜率偏低，这不是一个健康的胜率，会继续跟进的。这个意思是使徒现在只能欺负低等位玩家吗？好吧，对他的改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娜娜，最重要的来了，对于散散的调整预计会在20号上线正式服，终于要出来了，以前差点以为要像逆境一样出不了公演服呢。而新赛季的开启时间也将暂定为20号，只不过新角色和新赛季精华会延迟到27号开启。据网易大大透露，对勘探员的新时装也有安排哟，不知道会不会在下个赛季精华中出现呢。至于情人节嘛，就没有什么新意了，和去年情人节一样，依然是蓝玫瑰手杖的返场。另外还会上线约瑟夫的新随身物品笔尖柔情，是一个超级好看的羽毛笔，笔握的位置有一团紫色的毛球，看着就知道手感一定超级好。而羽毛上还有金色的图案，旁边还飘着紫色花瓣，很可能就是这个挂件的特效哟。而且新随从迷你约瑟夫也会一起上线哟，嘿嘿。最后还有一段关于其他的一些碎碎念，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要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连续上了3个强力监管者，而求生者连续上了3个不虚构强势的角色，也对后续期望的版本进行了描述。想把绝大部分求生者都平衡到调香师这个程度，而且对一些无法反制的监管者进行调整，来达到相对的平衡。但是空缺的这个皮肤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宝贝记得，是不会再上线了吗？娜娜，对于这些宝贝们都有什么看法呢？还有，别忘了给一条我点个关注哟，三条爱你。